家好辛苦。一起去探险找到的蒙特天宝。小扁，你好。你好。去哪里玩了？小扁，你看，用鹅卵石画出来，居然是蓝色的，神奇吧？什么？好一般吧？是吗？我还以为小扁会很喜欢呢。小扁，可是你今天为什么没来探险啊？其实我刚刚来过，可是你们都已经走掉了，我们家太远，没有办法很早来啊。我们以为小扁不来了呢。我也不是一定要去探险的啊。哎呀，没想到是这样，对不起小扁。没关系啊。那以后去探险的前一天就在杜达家睡怎么样？那就肯定不会迟到了。杜达家。杜达家的画不是在达达的平卡旁边吗？那你们如果真的希望我来也可以啊。小扁要在我家睡吗？万岁！我们等下去帮你搬行李吧。那我先回家整理行李等你们哦。哟呼，好开心。小扁家真的好远呢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行李是不是太多了？只是睡一晚而已呀。什么？这些都是要用的。真是无法理解呀。这东西为什么要拿去呀？我每天都要打我的嘴巴。是这样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不行，不能碰。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和你无关了，反正不要碰它。我知道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连碰都不能碰呢？难道不会是烤扇贝吧？这么多的行李怎么办呀？就是，拼卡也放不下这么多啊。小扁，行李能不能少带一点啊？不行，少了一个我都不会去的。怎么办？没有四哥，还真是什么都办不了了呢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哒哒，飞起来吧，巨型搬家飞机！真的可以把这些都搬过去吗？看着吧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我就说没有问题吧。四哥真酷呢。这样飞估计后天才能到达了吧。不知道有涡轮发动机吗？真的没关系吗？飞得太高了吧。怎么会，这里还有超级涡轮发动机呢。我的行李。因为是第一次试飞的缘故。怎么办？死哥你应该没有掉很远了。小扁别担心，有我们帮你呢。
哎，能够找回来吗？一会儿就找回来了。来比赛，谁找到的最多吧？哇，肯定很有趣，我一定要找的最多。好，开始吧。去哪里啊？这里明显有小扁的味道。啊，真的吗？哇，真的有啊！嘟嘟找到的。呼呼呼，根据飞行高度和角度来看的话，这样真的可以找到吗？当然，这么大的树林什么时候能找完，要动脑子才行。好了，往那个方向走50步就可以了。48、49、50，应该就是这里呀。原来在这里呀！找了好一会儿呢，贾博士，你果然是天才呢。是吧？不错吧？你还差得远呢，我找到的比你的多得多。什么呀？我的更多。那里还有。我先找到的。什么呀？是我先找到的。放开呀！应该是你放手。好吧，那就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。好啊，一把定输赢，剪刀石头。给我站住！到底在哪里啊？布布不能被他们先找到啊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啊，这是什么？不要啊！小扁，我在这儿找到了木头人偶。什么？原来不是啊！这里找到了。这是什么呀？看，我找到的更多。什么呀？把刚刚那个行李还给我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。但是小扁真的有很多好神奇的东西哦。是火山探险的内容，小扁应该没去过这里呀。这还有照片呢。木头人偶，看来小扁真的很会玩呢。小扁总是自己一个人在洞里啊。实在是小扁，你去哪里了？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布包啊？那个还真没看见啊。那里面有什么？没什么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继续找吧。然后明天还继续找吗？明天我还要拿。别担心，明天一定都能找到的。别，小扁，今天会在我们家睡吧？不行。我现在没有牙刷，也没有被子。别担心，拼卡里面都有，就在拼卡里睡吧。在拼卡里。我也要。好，嘟嘟也一起。嘟嘟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黄色。谁管你喜欢什么？达达喜欢脚下踩到的沙子呢，还是喜欢用手尖碰到的冰柱呢？杜达喜欢屁屁下面的沙子。什么？我也要在这里睡。大家说一起过来，我就来了。那天晚上，小扁因为有朋友们一起，再也没有觉得寂寞。那是什么？哇，
真了不起，这是谁画的呀？嗯，小扁布包里的神秘物品原来是达达的画像啊。